我们已经讲过，每个手指大概来说有三个位置，自然位置，比如二指在拉弦上，挨着一指是自然哆，升号位置也就是向上移动一个半音，降号位置也就是在自然位置基础上向下移动半个音。许多学生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，什么叫做向上或者向下？因为拉小提琴的人并不是非常自然就能够让手指向上或者向下移动，因为手指是在琴颈上横向放好的。我们所说的向上或者向下是一个音会移动。